每年的八月九日是联合国在1994年订定的国际原住民族日。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今年联合国以原住民族青年是实现自觉的重要推手为主题，分享彼此的经验与看法。请锁定本周 Lima 新闻世界，国际原住民族日，青年自觉。